卷卷，想吃肉肉不？想啊，那妈考考你，地有几只瓶子？你都踢倒了，然后别忘数数有几只瓶，然后回来告诉妈妈，答对的有肉吃，行吗？行啊，踢开始。好棒，买踢俩。几个瓶子？三个呀！哎呀，真聪明，求求妈妈，谢谢妈妈。去吧，拿肉去吧。吃啥？哦，吃鸡小胸肉，好的，安排。嗯，不会还没有狗狗没吃过泡过鱼油的鸡胸肉吧？这个鸡小胸上锅前都提前泡过鱼油，蒸出来的肉都非常鲜嫩，鱼油能让猫狗的毛发非常亮丽，里面包裹着海苔碎，吃起来就特别香，没有狗狗能抗拒，真是营养又美味，而且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。赶紧给你家毛孩子安排吧。